的 vlog， 今天哦，可恶，我要拿去，我要拿去给我看。好，那顺便让我 vlog 一下。今天呢，今天是几号？今天12月8号，然后现在已经快6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 late start to a day。好，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去单车训练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电影，有郭日玲、Megan， 还有那两位。胡以雷跟谢雨晴 ，Focus please，Focus， 好，那两位，好，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 plan。你没有 plan？ 我有 plan，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做 Vlogmas， 所以呢，我也做 Vlogmas。你没有要做 Vlogmas？ 我没有要做 Vlogmas， 我要做 Vlogmas， 但是我是要做一个礼拜。Yes， 我每个周末都会想办法 Vlog。好，所以我就会想办法尽快 upload。我因为成功了，各位就 wish me luck。你好烦哦。对啊。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信义区，我们要去看 Frozen 2。他长得像不像一个妈妈？像。好，没关系，我们现在要出发喽 ，transition。站哪？我们可以站中间。要 transition。你在看 Frozen 吗？我不期待那里来看。包包又没擦。我期待看 Frozen 2，大家都说很好看，大家都说音乐很好听。大家都说唱这首歌的对啊，所以我好期待。他觉得第一很好，我觉得一定很好看，我很期待。Hello， 大家，我们到信义了。现在有没有新的 plan？ 灰磊呢？灰磊还要先去退票，可是我们要先一起走去那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吃我们的饭了。吃饭了，一点一毫，这很好吃。没，在哪里？我是要先申办事情。好，蔡哲很可惜，大家被他吃到。哦、我可能不会把它放进去。那为什么？因为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OK， 祈祷三秒，1、2、3 ，OK。好，我们可以继续嗨了。我们去吃越南河粉喽。然后去看 Frozen。我来给你们看一次我的 Frozen。它的 Frozen 吗？很符合哦，在那儿，出口在那儿。我们现在要往那边走了。Let's go。我们要 Let's go 一个就是。好，现在我们刚说要冲，在郭林跑到那里了，各位看到他了吗？好，
好，快点，我们现在快点走，不然我们真的吃不到我们的牛肉河粉。所以郭磊又开始跑了，但是呢，我的意思其实只是快走啦。我的意思其实只是快走，但是呢，他们都跑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跑了。不要跑，不要跑，我们快走，快走就好，真的没有必要跑。要走，反正我们一定到得了 ，OK， 我们一定到得了。反正现在重点就是一定要吃到牛肉。我现在脑子有那个，剩四秒哎、欸，哎、欸，剩两秒。我们现在很喘，现在手有点酸，放下来讲。下一次一看到我们可能就已经在吃越南河粉，拜拜。好伤心哦，刚刚我们去的那个越南河粉店，然后他现在包场，所以我们就没东西吃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美食街，灰秀的美食街。郭人要去吃他的大型，然后呢，哦，我可以吃。好，没有，因为我不吃薯条，没有，我觉得 Burger King 的薯条不好吃。我有洋葱圈，这是我的晚餐，这是一个蘑菇汤，一个洋葱圈，还有一个，鸡块。来，我要吃饭了。就拍着拍着吧，这样子吗？讲一下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要看电影，然后我在电影院里面吃炒饭。对，我们现在要去，看电影，因为我们大概已经吃到。那个原本说他不想吃东西。十一听见了。我觉得你大家在吃。十一在，就是右边。这边排队啊！十一听这边排队。哇！真的十分的不好。对啊，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 Disney 那么有钱，因为 Frozen。非常 successful， 大家都想拍。A B C D， 好，请拍，请让我拍一下票。好，这是我们的票。好期待哦！哎，你要买到爆米花哎！我们要拍一个 thumbnail。我这边有爆米花。Oh my god！ 哎，八到十三都是我们的哦。结果就拿一个。那我拍一个 thumbnail， 我们大家一起。Megan， 郭瑞玲，全部都是郭瑞玲电影的。好，我会截图。OK， 好。好，我们要去看电影。好奇怪呀！他可能他们的袋子坏掉。这是十六。哇。那个，我有事想跟你说。我出来了。是八。八九十一十二，开始。那我们可以到这。我们刚看完电影 ，Oh my god， 感想，我觉得超好看。我觉得歌很好听，我觉得 possibly 比第一集还好看。你觉得呢？我觉得歌很好听，但是真的。哦，然后 Elsa 跟 Anna 太美了。好 ，You give it away。你觉得呢？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安娜的衣服不够好看。对，你觉得她衣服？你说跟 Elsa 比？对啊，她都跟 Elsa。可是那歌嘞？那你觉得比第一集好看吗？第一集可能是我看太多遍，所以不对。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我看第一次看第一遍的时候觉得好看。对啊，我
们要用第一次看第一遍，第一次看第一集跟第一次看第二集来比，不然就是我们看很多次第二集之后来比。哎，郭林，你要记得把那个，你觉得比较好看吗？你觉得比第一集好看吗？我觉得是哦，对 ，Olaf 真的差不多了，而且他很好笑，然后真的很可爱，感人。对，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姐妹的那个感情，而且那个歌很好。你在跟谁讲话？你在跟我讲话吗？你在讲电话吗？没有，我在跟。哦，我妈在讲电话。反正，你不觉得 Elsa 跟什么是死？你不觉得 Elsa 跟 Anna 那个感情很好，是超好，超棒， 100% recommend. Yes, please go watch it.我们现在，这两位家是什么爸爸吗？反正有人要来接他们，然后 Megan 跟 Borderling 他们要去逛逛，然后我要回家了，所以呢，我决定要 end 我的 vlog， 请，对，我一定会成功的，我的 vlogmas week one， 拜拜，拜拜，等一下。